来问你小姐 ，OK， 你感觉安迪顾 baby 如何呢？嗯，不错啊。不错。嗯。OK， 很细心。很细心。嗯。OK， 安迪有没有像给你教你，要是给你一些重点的抱 baby 怎样顾？有哈。有。OK， 所以你感觉安迪的清洁怎样呢？的清洁，安迪清洁吗？不错不错。不错。OK， 安迪煮的那个作业菜适合你吗？因为我本身我是比较喜欢吃辣的，吃的比较重口味。哦、okay. 那是没办法的，我知道。Okay. 因为作业只要吃淡淡嘛，那个是没办法的。OK， 所以你有什么有什么要跟新的妈咪讲 about 你这个经验？我会。没有我的。我的意思是讲，你有什么东西跟新的妈咪，因为妈咪要生孩子了，讲 about 你的这个经验跟安迪，跟我们的 GBS 的 confinement nanny， 跟别的新妈咪还是跟别的妈咪要生了的，你会分享什么东西关于你这个经验，安迪顾你的 baby， 你会有什么东西分享给他们？我会跟他们分享，就是 baby 怎么洗澡，如何洗澡啦 ，baby。如何哭闹怎样的呢？反正大概就是这些了，我也不懂。OK， 你会介绍我介绍你的朋友还是你的亲戚给这个我们的公司吗 ？GBS Confinement Nanny。我会。OK。我会。OK， 谢谢你的支持。啊，谢谢。OK。